那上一次我们介绍说，这个 memory 有因为不同的 technology 的关系，所以呢有很贵的，但是 capacity 很小，但是很快的这样的 technology， 这样的 memory 啊，比如说就是 static RAM、SRAM 啊。那还有我们这个容量很大，但是呢速度比较慢哦，比较便宜的这样的 memory 的 technology 就是 DRAM 啊。那我们希望，看到的 memory 的差是怎么样子？我们希望刚刚是看到是又快，但是又大又便宜。我们希望看到这样，但是是两种 technology 啊。那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因为 program 有 locality 的关系，它的执行是有 locality 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 memory 这个 organize 就组织成一个层级的关系 ，hierarchy 的关系。这样的话，越靠近 memory 的地方，越靠近 process 的地方，我们就用比较小的。好，但是比较快的 technology， 好，那比较远离 process 的地方，我们就用比较慢，但是 capacity 比较大、比较便宜的 technology。但是因为虽然这样子把 organize 我们的 memory hierarchy， 但是因为我们 program 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 locality 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会 work 的啊。那好，先问大家，什么叫做 principle of locality？ 啊，什么叫这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一定要有这样的行为，对不对？你执行 program 是这样的行为。然后你才会用这样的 truck 才会有用哈。好，来看廖玉强，来，什么叫做 principle of locality？ 嗨，廖玉强，什么叫 principle of locality？ 看那个意思啊，啊。来，咱换一个，魏伟泽，来 ，principle locality， 不知道，你执行 program 的时候，哈，你会有怎么样的状况？它大部分就是在怎么样，有一个90/10的 rule， 对不对？什么叫90/10？就是90%的时间，对不对？我们都是在 access 10%的 program 那部分，就是它会，因为如果假如说你没有这个特性的话，你搭 access 每一个 memory 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probability 都一样的话，那你不管怎么 organize 都不行嘛，对不对？因为几率都是一样。可是他说9%的时间，你只要 access 其中10%而已。好，就是你喜欢看，假如你去图书馆看书的话，你不是每一本都喜欢看，你只去看少数几本，那少数几本就可以放在附近啦，你就可以达到大，就是主要玩，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拿到你的书，好，也就是大部分你都可以 access 到你的这个你要的 memory， 可以它放比较靠近的地方。好，所以 principle of locality 就是说90%的时间呢，我都是 x 10%的这个 memory 的地址。好，那其实有两种 locality， 我们说有两种哈，一种叫 temporal locality， 一种叫 spatial locality。哈，郑宇伦有没有来？什么叫做 temporal locality？temporal 是时间的意思，对不对？好，什么叫 temporal locality？就是怎样？现在 access， 然后呢，我马上又会 access 到，叫 temporal 的 locality。好，哪一个 program control？ 好，那我已经告诉你的 definition。那你想想看，郑伟伦哪个 program control 是符合这种 temporal 的 locality？ 啊？哪个？现在 access， 待会儿还会 access 它。怎么样的 program 的 control 就符合这个？啊，那个一天到晚在执行的那种，啊 ，loop 对，哈 ，loop 就是符合这种 temporal locality 啊。好，杜佳佩，我们来，杜佳佩。好，许祥林，来，好，那什么叫做 spatial 的 locality？ 这是空间的意思，对不对？空间上也有一个区域性 spatial 的 locality。就是你现在 access 你旁边的地方，很快就会就在你 address 附近就会马上 access 到，好，这叫 spatial locality。那 program control 里面有哪些是 spatial locality？array 好 data 的部分，你 access 这个 element， 你可能很快的 access 下一个 element， 好，这个是叫 spatial locality。好，林继勤有没有来？好，那除了刚才讲到这个 array data 的部分，那还有哪些地方也是这种 spatial locality？ 想想看，来什么？哦 ，PC 呢，就是我在执行 program 的时候，对不对？我可能 sequential 的执行，
现在执行这个影串，下一个影串你可能很快就被执行到。好，那 PC 就是记录 Program Counter， 就记录你哪执行哪个 instruction。好，这个也马上执行这啊，这个 Spatial Locality 哈，这所以基本的概念 Memory Hierarchy 会行得通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 Principal Locality， 好，有 Temporal Locality， 还有 Spatial Locality， 让我的 Program 在 90% 的时间都执行 10% 的 Program， 所以我就可以比较靠近，常常用到我就很靠近我的 Memory， 然后那些 Memory 的地方呢，我就用很快的，好，然后。但是贵一点没关系，好，离我远一点比较常用不常用到的，我就用比较大的容量的地方，比较慢的，好，比较便宜的 memory 啊的 technology 来做这件事情，好，然后这是基本的概念，然后之后好，那我们现在既然比较靠近我们的 process 的叫做这个 higher level 的这个 cache 这个 memory structure， 因为是一层一层的，它相对的，对不对？最靠近 memory 比较靠近 process 的，我们就比较 high， 好。比较离远一点就是 lower level， 好，那一个 higher level 跟 lower level 的两层的 memory structure， 那我们基本上移动都是用一个基本单位叫做 block， 好，那在后面 memory 叫 page， 好，就它基本单位就是它从 lower level 移到 higher level 是一块一块整个移的，就有点像就想这样干，就像有点像 word， 我们要去读 memory 的时候，一次一定是四个 byte 一起嘛，你会不会拆开来？不会，一次就是读四个 byte， 好。那这个 block 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中间叫 memory 跟 process 之间，我们一个叫 cache 的，就第一层的这个 hierarchy 叫 cache， 哈 ，cache。那 cache 呢，从 memory 到 cache 之间呢，就是以 block 来搬动，哈 ，block 以 block 从这个 lower level 的 memory， 比如说SRAM DRAM 啊搬到 cache 是 SRAM， 哈，搬来搬是以 block 为单位。那 block size 可以大可以小，我们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大家说、block 就等于一个 word， 好，但是呢，实际上 block 如果等于一个 word 的话，其实它没办法利用到什么的 locality， 没办法用到 spatial 的 locality。spatial 的 locality 就是告诉我们嘛，你现在 access， 你下面很快就会 access 到，所以你如果一个 block 搬进来搬出只是一个 word 的话，我马上就要想你根本不在这个 cache 里面啦、不在 cache 里面，好，所以我们会希望 block size 大一点，好，所以我现在刚刚讲到就是说。刚刚讲了基本概念之后，我们介绍过说，上次介绍就是 cache 这件事情，对不对 ？cache 是介于 processor 跟 memory， 就是用 DRAM 之间的一个这个一层层级的这个 storage 的这个 technology。我们通常是用 SRAM 来 implement 它。那它搬出是有一个 size 叫做 block size。好，那我们在举例的时候，他们说哦，这个 block size 呢，我们要设比较这个用一个 word 或者是四个 word。或者是16个 word， 好，那就有一个 size 搬进搬，但是不论你 size 设多大 ，lower level 搬到 high level 都是一定固定的 size， 好，这样固定的 size 这样搬进搬出，好，好，那你从 lower level 搬到这个在 upper level 来的时候，比较靠近 process 的时候，因为你上面是比较小的，你的容量是比较小，下面是容量比较大，对不对？是这样，比如说你是下面那一层，假设有100个 element 的话，那你上面可能只有。10个 element， 因为我们刚刚说越靠近 process 要比较小啊，它容量比较小才会快啊。好，那你要怎么摆呢？因为你有100个都希望要摆到上面这个10个 element， 那你就有一个 placement 的机制嘛。我怎么样去 place 它？那我们上次介绍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叫 direct map。direct map 什么意思？就是啊，就是假如下面有100个人的话，我上面只有10个人的话，我就按照次序这样轮流的，就你在第1、2、3、4、5、6、7、8、9、10，好。啊，第11个人又在第一位，2、3，就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每个人都有固定位置，就是把 lower level 的地址去 modular 这个 upper level 的地址，然后余数就是你在的位置，记不记得这个 direct map 的它 address 的分布，我怎么知道是第几个？就 lower level 给你一个地址，我到底要在谁在 upper level 哪一个位置，这是固定的，叫 direct map， 而且不能变动的，不会变动，就是我的地址是多少？我就一定在 upper level 的地方，好，叫 direct map。它的方法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轮流嘛，就是啊，你譬如这 lower level 有这么多人，好，这个是在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好，第五位，好，就位置用完了，又再来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所以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好，那怎么样从 lower level map 到 upper level 的位置呢？就是把你的地址呢做 modular 余数，好，那但是如果我们是 binary 的话。好 ，binary 的这个010的 representation， 然后我们取的 size 又是2的几次方的话，就是2，比如说下面 high level 是2的10次方，那上面是2的5次方，举例子来讲，好，
那其实我只要我用 higher order 的 b 就可以知道，就是它 lower order 的 b 就是它的 modular 的位置了，这样了解吗？就是给你一个地址，好，如果我们都是 2的几次方幂次幂的话，好，那这个 lower order 的 address 呢，我怎么样直接从那个地址嘛，他就知道我在 higher order 的地址呢？我们只要取 lower order 的位置 的那个的 b 的 pattern， 就知道在上面哪个位置。这个有没有问题？来问一下。就虽然是 module 了，可是如果是你二次方的话，就二次好。这个刘书成，来了解意思吗？给你一个地址，好，给你一个 address， 就是 memory address， 哈。那我现在是 low level 的，要 map 到 upper level 去。如果 direct map 的话，我怎么知道 map 到哪一个位置呢？如果是都是二的次幂的话，好，我只要看后面那几个 bit， 就 low order 的 bit， 就知道它 pattern 是多少，就知道 map 到哪里，对不对？好，好，那你知道说，那现在相同的 low order 有没有很多个人都是这样同样的地址？就是同样一个就好多个地址，它的 low order 的 bit 的 pattern 是都长一样嘛？它不一样在哪里？在 higher order b， 对不对？那好，假如说你们三个人都是同样的 lower order b 都长一样，你 map 到同一个位置去了，那我怎么去区分它呢？我怎么知道是你是他是他？我怎么知道？所以我要存什么东西 ？higher order b， 对不对？就是说我现在因为在 lower order 的很多个 memory 的 location 都 map 到同一个 higher order 的位置，那我要怎么区分它？我要把 higher order b 把它记下来。再记下来，在也就是说，你去 access 一个 higher order 的 location 的时候，你要去比对什么？比对它的 tag， 我们就叫那个叫 tag， 就 higher order b 那个位置叫 tag， 好，叫 tag。好，如果因为你们的 low order 的 b 都一样了，还需不需要摆那个 low order 的 b 的位置记录？不需要，因为你的 low order b 就 imply 在你的 location 里面，所以只要存 higher order b 那个 tag 的部分就好。所以好，如果 direct map 你要去做这个存取的动作的时候，你就是。好，先看 low order b 的地方，好，看 low order b， 然后找到它的 location， 但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的资料呢？要 check 它 tag 什么？就是 high order b， 这样有没有问题？好，这 direct map 是我们上次介绍过，整个大概流程就是这样。好，那你如果会 placement 之后，你就会就知道怎么样去找到我们要解决问题是说怎么样去 place 它，你要放在 upper level 什么地方？那你知道怎么放之后，如果我们是用 direct map 方法放的话，那我怎么去找它呢？我就要做 tag 的比对，要做 tag 的比对。好，这就是上次介绍到这个地方。那上次我们又介绍一个 block size 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做这样 mapping 之后呢，那你的 block 因为是搬进搬出，是用同一个搬进搬出是一起搬进或一起搬出，那就看你的 block 要怎么设。你 block 当然也可以设一个 word， 好，也可以设四个 word， 也可以设16个 word， 也可以设很多 word 啊。那到底要设多大多小呢？还有什么差？有什么关系呢？哈，上次有这个也介绍过，但是有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我再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搬进搬出呢，因为你为了要 locality spatial locality 嘛 ，reference 到你之后，你可能你下一个嘛就被 reference 到，所以是不是要搬就一起搬进来就好了？就是从 memory 搬进来，就是 cache 当成 block 的时候，要搬就是最好一起搬进来。那如果一起搬，就表示你一次要搬多几个 word 啊。多几个 word， 那也就是说它的 block size 要大一点，是不是这样？这样，因为你 block size 大一点的话，一次搬就搬你们一起搬进来了。那 access 到我这边 access 到它是 cache miss， 假如是 cache miss 的话，好，那可是我要搬，我一起都把它搬进来了。那虽然它是 miss， 但它已经搬进来了，所以下次 access 如果是 spatial locality， 它就会 access 到了嘛，就 hit 了嘛。好，所以这个原因我们希望说搬大一点，好，所以我们就说希望搬 large block 的话。可以 reduce 哈 miss rate 哈，就是因为下一个 access 已经在 cache 里面了，是因为 spatial locality 的关系。好，但是呢，你现在是因为你大，我们 size 如果 cache 的 size 是固定的话，好，固定的话，如果你一个 block 是一个单位的话，好，我可能有10个 cache block， 好，但是如果你现在变成两个单位的话，那你变成几个 cache block？ 减一半了，就只剩5个 cache block。因为你每一个单位里面要摆两个 data 嘛，这样了解意思吗？就当你 block size 增加的时候，你 number of block 就要减小了。那你 number of block 减小的时候，那你去这个存取的时候，因为只有
洞只有这五，本来是十个洞，现在只有五个洞，就可能 reduce 它的好这个 cache heat 的那个好，这第二个理由。所以如果在 fixed size 的 cache 里面，你 large block 就会比较少，那比较少的 competition 就是说，就更多的人会 map 到同一个位置嘛。原来有十个位置，好，就重复性的话，重复性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 lower level 要 map 到 upper level 嘛，你本来有十个位置的话，可能只有五个人 map 到这边，但是现在只剩五个位置，那可能有十个人要 map 到这边，那他的就是竞争就更激烈了哈。那还有他说 miss penalty 也很重要，你把 large 如果把 block size 变大的话呢，因为你现在每次要从 lower level 要搬东西到 upper level， 你变大你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搬它，更大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搬它，搬进来从这个 lower level 搬到 upper level 要搬，因为你可能白搬了，因为你搬了很大一块进来，可是我可能 locality 只用到这两个，后面根本没用到，你可能白搬了。那搬进来又要花很多时间，搬进来，可是又没全部用到，那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好 ，miss penalty。好，那另外，如果你 block 很大的话，因为假如说你现在写，我们以假如说写过，只要你写过一个 data， 就表示这个 block 什么，就写过了嘛。那 dirty 的话，因为只要 write 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写回去你的 second memory？ 就 low level， 因为维持一样啊，你 cache 只是其中的一个 copy 而已，对不对？你现在被写过之后，你要不要原来的地方是不是 update？ 原来的 low level 就 update。好，但如果你通通都没有 update， 你通通都没有写过，你只是读而已，你是读资料，这个整个这个 cache block 是没有被 update 过的，没有写过的话，那如果这个 cache block 它要这个被 replace 出去之后，你需不需要写回去 memory？ 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嘛，就直接给它盖过去就好，因为它在 memory 的 copy 是一样的东西嘛，因为没有被写过，没有被写过。好，可是如果说你这个 block 被写过的话，那你到时候要 update 的时候，你可能要写回去你的 main memory 要写的动作，因为维持两个 copy 是一样的。好，那如果你的 cache block 比较大，你的机会、你的几率被写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大。好，所以他就说 pollution large block 比较容易 pollution 就是被写过的意思。那被写过的几率大的话，你可能要写回去就会大。好，那还有刚刚讲说这个，你现在要搬一大块的 cache block 要进来，通常是你搬进来以后，我才开始重新再 access 一次嘛。好，那假如你的 cache block 很大的话，我要搬很长的时间呢、啊。我搬很长时间，本来你只有这个这四个 word， 可能搬很快，那你变了16个 word， 你要花更长的时间把它搬进来。好，他说如果要改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有一些机制叫 early restart 或 critical word first。所以我现在虽然要搬16个 word 进来，但是我可以说好，譬如我要 access 第四个 word， 好。那我一二三到第四个 word 搬进来，我就开始做了，因为已经拿到我的 data。然后五六七八九，那你慢慢去搬吧，好。或者是呢，我假如有一个机制，我可以第四个先搬进来，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三十六，然后再回到一二三四，这样搬进来也可以。好，他说有一些方法可以，当然你就要很多的 hardware 去做这件事情哈。这个是 large block 的，好，这个会产生这一些问题啊。好，那最重要是在下面这张图。哎，这张图有没有人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来，这个图看图就可以分析很多东西啊。要会怎么样知道去看一个图，然后分析这些它的这个设计的。好，蒋继伦有没有来？蒋继伦来。这个图很重要哦。这些看很多图哈，要会分析这图代表什么意思。像我们第一条 4K 的意思，它的 X 轴的意思就 X 轴就表示 block size， 好，那每一个曲线呢都表示它的那个 cache 的 size， 就最上面就是 4K 的 cache， 然后再过来 16K 的 cache， 好，那 Y 轴就表示 cache miss， 好，那譬如说讲 4K 这条线，它这样往下弯，然后又往上去，它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这条线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对不对？那你可以从刚才讲的那些来分析这个图。先往下弯，哎，不是，它往下是 catch miss 变好啦，它为什么 catch miss 会变好？
先讲前半段，为什么它 cache miss 会变好？当你 block size 变大的时候，因为什么？对，所以是哪一个 locality？ 对 ，spatial 的 locality 的关系。所以呢，我搬比较大的 block 的时候，它的 heat 就都 heat 了，对不对？因为我已经预先知道说你可能要 access 我，我就把它搬进来，所以它的 cache miss 是往下的。好，那你刚讲后半段为什么又往上了呢？刚讲的，对。对，那么变少了，对不对？因为变得更大了，然后你那边变少了，变成可能你要每个人更多人要 map 在同一个 location， 就更多人竞争了。好，那就会产生 cache miss。好，那为什么那下面这个图就比较平呢？就是说像下面说好像没什么影响，到64K 到256K 就比较平，为什么？就是当你 cache size 够大的时候。够大的时候，其实我的 block size 已经就是还就可以很多啦，就没什么影响了。这样，就你 cache size 够大之后，就不会有你刚刚讲的那种状况，对不对 ？block number 太少了，然后他就很多人 map 到同一个地方，因为 cache size 够大，所以足够的 block 在那里，在我的 cache 里面，这样好。好，这个图会有很大的帮助哈。好，这图好对不起还有什么问题？这个图有没有问题？好对不起好好，那整个这个 structure 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上次介绍到 cache 的 hit miss 哈，那 cache hit 会怎样 ？cache miss 会怎样？但又分为两类，一种是 read， 一种 write。我们就分这四个 case 来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好，看这就一一的来分析一下。好，我们先看 read 的部分哈。read 好，假如 hit 怎样，就 read 就很好，最好的状况，大部分都是 read， 对不对？就 read hit 好。哎，对，怎么跑自己先来？好，所以第一个状况就是 hit 这个，我们就 read hit， 好，如果 hit 的话呢 ，CP 就 proceed normally， 就跟平常一样。那因为现在 data 在 cache 里面，很快就可以得到你的 data， 好，完全 CPU 都不会受到影响。好，那如果 miss 的话怎么办呢？好，那现在就没有 data 不在里面，好，那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叫 store，CPU 就要 store。就要停了一下，因为 data 不在里面啊。那这时候呢，就要去做什么事情？要去 memory 把东西搬进来，搬到 cache 里面，好，搬到 cache 里面。那如果是 instruction miss 呢，你就重新要 instruction 再重新 fetch。如果 data 的话，等 data 来了再开始做 operation， 就 complete data access。好，这就是 read 的部分，还比较简单，对不对？就是 hit 跟 miss， 好 ，hit 就是 no 继续做 ，miss 就是到停下来。要 store 哈，至少 CPU 一定要 store， 就停下来哦，好，停下来，好，也就是你会损失 clock cycle， 然后这时候呢，再去这个 memory 把东西搬进来，因为这个主要是跟 virtual memory 会有一个差别 ，virtual memory 后面有没有 hierarchy， 我们就说 main memory、virtual memory、main memory 跟 secondary memory， 比如说这个 secondary 之间，它如果 miss 的话，它不是 store， 它是要做 OS 的 interrupt， 好 interrupt， 所以这样。这两个要差别，所以这边为什么用蓝色的标起来？就是说 ，cache miss 的时候呢是 store， 好，还是这 CPU 不会让给别人的，这 CPU 不会让给别人，还是他在用，他只是要停下来，等你把 data 搬进来以后，我再继续做，好，如果 instruction 就重新 restart instruction，data 的话就等 data 来再做运算，好，这是 read， 好，那 write 呢 ？write 也是一样分成 hit 跟 miss， 对不对？那 hit 什么意思？ hit 的意思说 data 在 cache 里面啊，那 data 在 cache 里面的话，那比方说你要的 write 是做什么事情？ write 很麻烦，它是要把 data 改变啊， data 是要改变，是要把你 cache 的 data， 因为你要写嘛，不是把你的 data 要改变，那也就是这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cache 里面是一个 copy， 这个 memory 是另外一个 copy， 就因为你要去写啊，你要去写它，你要写 cache 啊，
因为 read 不会影响的 content， 不会影响的内容，你就做100个 read 都没关系。可只要你一 write 的话，那你的 main memory 的资料就会跟 cache 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它是有两种 policy， 好，两种 policy， 一种呢就叫做 write through， 一种叫 write back。write through 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永远维持 cache 跟我的 memory 的 consistent， 就维持两个人的一样，一定要一样，都要一样。就每一次你去 update cache 呢，你就要去写回去 main memory。每次 update cache 你就要写回去 main memory， 就叫 write through， 这样了解吗 ？write through 了不了解什么叫 write through？ 好，那你想 write through 会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 ？write through 的优点是什么 ？write through 是什么？它优点是什么？它永远维持 cache 跟 main memory 之间的 consistency， 对不对？永远都一样。那假如现在发生什么 interrupt 或发生什么突然变，那它还是一样的东西 copy 一样的 copy 在这边吗？不会不一样的东西。好，就是 data 可以永远维持一样一致性。那缺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缺点，来，缺点。会浪费size。对，因为你每一次浪费 memory 的，你 bandwidth， 因为你每一次去 update cache， 你就要去 update memory， 每次去就要做，好，你就浪费它的 memory 的 bandwidth， 等于很制造很多 traffic 在那边，好，制造很多 traffic。好，所以另外一个 approach 呢，就叫 write back， 好 ，write back，write back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只维持。那个你的新的 update 资料只在 cache 里面，我不写回去，我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写回去呢？我一直要到我这个 block 被 replace， 就说因为我们不会永远在 cache 里面，如果你很久不用了，你很久不用之后，你就要被 replace 回去嘛，好，就要 replace。当你这个位置有人要竞争的时候，别人要用的时候，那位置不够，你就要被写回去你的 main memory， 好，叫 write 就要写回去了，就 replace 过去，那这时候你才去 update。才去 update 你的 main memory， 因为写回去才把最新的资料写回去。好，那好，如果你要维持这样的机制，你应该多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你要用 write back 的话，你的 cache 还要一个什么？还多一个 information 要记录什么？记录它是有没有被写过啊？好，有没有被写过？好，所以如果你要用 write back 的话，你要多一个 bit， 好，叫做我们通常叫 dirty bit， 好 ，dirty bit。如果被写过，你再把它 set 成一，哦，那。当你要写回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要把这个有 dirty bit 等于一的要写回去 cache。如果 dirty bit 是零的话，要不要写回去？不用，就直接盖过去就好了。read 新的资料来把它盖过去，因为你的 cache 的资料跟你的 memory 是一致的、一致性的，所以不需要把它写回去。因为写回去是要花代价，要花 memory bandwidth 的。好，那 write back 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就相对的哈，它的优点就是它不会制造很多 traffic， 它只要最后一刻的时候才把它写回去。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它没有办法维持 memory 跟 cache 的 consistency， 啊，它有时候会两个 copy 怎么不一样？万一你中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变成两个 copy，memory 就没有被 update 了，好 ，memory 就没有被 update 了，好。好，那这就是两种技术，一个 write through， 一个 write back。那他当然他说，不管是 write through、write back 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机制会可以加快速，就是当我要写回去 memory 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 buffer 在那个地方 ，buffer。你如果每一次要等它写回去，你才开始做下一个 operation 的话，那要等很久，所以就会 create 一个 buffer 在那边。好，你要写的时候就写到 buffer 里面，让 buffer 慢慢的写回去。好，这可以，这是可以加快这个写回去 memory 的。好，哎，的速度好，所以他说 write back， 好 write back 就是只有当它是 write 的时候呢，好，就在。在 write hit 的时候，你不会把东西马上写回 memory， 你还是留在 cache 里面。只有在 block 被 replace 的时候，你才会把它写回去，好 main memory 哈。但是你要记录，就要记录一个 bit 叫 dirty bit 在那个地方哈。然后它被 access 就把它 set 成一。好，那刚刚讲过三种状况了 ：read hit miss， 然后 write hit， 那在第四种是什么 ？write miss。你去要 write 的时候，你要去 write 有一个 data， 它不在 cache 里面，不在 cache 里面，那这是怎么办？不在 cache 里面，我们这四个 case， 因为这个有点乱，但你如果这样分类好的话，就不会搞乱哈。如果去 write 它不在 cache 里面，那怎么办？你直觉是要怎样？现在把它搬进来，对不对？好，把它搬进来，把新的资料写上去，直觉上是这样，对不对？好，
但是呢，它因为搭配不同的 write back、write through 的 policy， 它就有不同的状况。哈，当你是 write miss 的时候，你有两种状况。如果你是 write back 的话，是 write back 的话，因为 write back 是搬进来一次就好了，你是等到它要被 replace 回去之后，你才会再去把它写回去 memory 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它就会把它 fetch， 它就会把这一块把它搬到 cache 来，就是 write miss 的时候会把这一块不在 cache 的这一块 block 会把从 memory 搬进来，同时写上去，就是说它已经搬进来了。其实你是写到 cache 的一面，就是已经搬进来的意思，就 replace 另外一块出去，就意思就这样。好，那另外一个 policy 如果跟 write through 的话，它就不一定要把 allocate 哦，它不一定要 allocate， 为什么？因为通常很多时候在 initialization 的时候，你其实只是 write， 你后来根本就没有在用了嘛，那你干嘛要把它搬进来呢？你搬进来你会增加 traffic 嘛，会增加，因为 write through 是每一次 update 就要 update memory， 每一次 update 就要 update memory， 要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可能就会采取一个 approach， 就是说我不把它搬进来的，我就 write miss 的时候就直接去写 memory 就好了，直接去写 memory 就不 fetch 过来，那这个通常会搭配 write through。 好，那当然 write through 你也可以把它搬进来，好，就是这样。好，所以你看下面这张图片就清楚了。好， write 到底要不要 allocate， 好， write miss 的时候到底要不要 allocate 呢？好，有两种状况，如果 write back 的话呢，它通常都会 fetch 这 block， 会把它 fetch 过来，也就是说你要把在 cache 里面的那个要 replace 掉，好， replace 掉，说我就意思就是它是在 cache 里面的。好，那 write through 呢，你就可以有两种方法，你到底要不要 allocate 或你不 allocate 都可以。你要 allocate 的话，还是就跟一样 fetch 过来，或者你根本就不 allocate 它，你就直接去写到你的 memory 去就好了。好，通常就是搭配 write through。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干嘛要搬进来？因为它很多在写的，写完根本就不会再用到了，而且因为它要增加它的 traffic 嘛，好，它直接就写到 memory 就好了，不要把它搬进来。好，就是 write around， 就不 fetch 这 block。 好，就是分为这四个 case， 这样有没有清楚了？好，这样就是你在 catch hit 或者 miss 的时候，你再把它分成 read 跟 write。 好，然后四种 case 你要做什么事情，把它一一想想看，好，就会了解他在做些什么事情。好，再下来，好，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他说这个 MIPS 呢，哈，它的这个它有用在一个叫做这个 embedded processor， 它分为我们建的这个 processor， 它有在商业上要把它用到这个哈，它12个 stage 的 pipeline， 哈， instruction 跟 data access 在每一个 cycle 都可以做到这个 access， 哈，这是用在 intrinsically fast math。这个 processor 上就取这个名字啊，然后这个 split cache 跟 i cache 跟 d cache， 好，那每一个 i cache 跟 d 差不多是256个 block 乘以16个 word 一个 block， 这是 commercial 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block size 多少，是16个 words， 那等于有多少个 byte， 64个 byte， 好，所以我们原来用的例子说一个block 是一个 word 是非常 extreme 的 case 啊，它现在这个 memory structure 是16个 word 一个 block。 好，那总共有多少个 block 呢？有差不多有256个 block。 好，然后它 d cache 可以 write through 和 write back 都可以。好，那在这个 miss ratio i cache 就 0.4 而已， d cache 差不多 11.4。 好，这个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i cache 会比较低， d cache 会比较高，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在一般在用到的这个 process 的状况，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 i cache 为什么低？因为它都是 access 都是 sequential 的嘛，这个所以它很容易把它的 locality 很容易抓到。好， loop 啊， temporal locality 啊， spatial locality 很容易抓到。可 data 比较乱，除了 array 是比较整齐之外，那 data 其他，尤其是如果你又有 pointer type 的话，那更麻烦，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好，所以它的 cache miss 啊，会 d cache 的 miss 会比较高，就是 11.4。那平均起来是不是 3.2？ 所以一个 processor 它的 cache 就其实相当低的，是3点多而已，就好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intrinsically 的 fast math 它的 address 是怎么分配的哦？看一下这个。好，那刚刚讲了是说怎样，它的一个 block 是多少？一个 block 是多少个 word？一个 block 是16个 word， 对，16个 word。 那也就是说它的
后面有几个 bit 是不要用到的，在一个 address 里面哈，这是它的 address。只要给一个 address 32 bit 的 address 的话，好，一个 word 这个两个零一呢是什么？是 byte offset，byte offset 就是一个 word 不是四个 byte 吗？好，所以这个是 byte offset。然后再来这个呢，因为它是说一个 block 有几个 word， 16个，2的4是8，8 16，所以你要四个 bit 去描述说你到底是第16个里面的哪一个 word， 好，所以这边就有用掉四个 b， 那这个就是这是 fix 的，这个就绑在一起的，每一次 access 这不动的，好，那我要看它是第几个 block 就从这边看，我要看它第几个 block 就从这里看，第几个 block 就从这里看，就是我们所谓 index 在这个地方，这样有没有问题？好。这个是不动的，不理它的，不理它。这个是去 access， 这个是 access 到底哪一个 word， 好，这是 access 哪一个 byte， 因为我们的 address 是 byte address 嘛，好，这个有没有问题？到目前有没有问题？好，那为什么这个八个呢？这个要八个 address 呢？因为只有几个 block， 刚前面讲的几个 block， 好，前面说几个 block， 它有256个 block 嘛，256个 block 的话。要八个 b， 对不对？2的4的8的16，所以这个要八个 bit， 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 index， 我怎么样由这个八个 index 去就可以 access 到底是哪一个 cache 的 block， 好，哪一个 cache block， 好，那完毕之后，那这是什么？这十八个 b 是什么？这十八个 b 是什么？来找一个人，黄美丽，来，那种。啊，对，就 tag 啊，大声的讲啊，对，就是 tag 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 tag， 因为很多个这边相同的人，这边可能不同，对不对？很多个他，因为你这边相同，你就会 map 到同一个位置啊，所以很多人他这边不同，可这边相同，他就 map 到同一个位置。那我怎么知道是谁呢？我就用 tag 来区分他，所以在这 cache 里面 ，tag 是要记录的哦，好，到底这里面是摆了哪一个 address， 哈，把它把 tag 记录下来。好，那再看一下哈，所以这个是 index， 就告诉你 access 到哪里。所以我们再看这 cache structure， 哈，你需要一个 value bit， 哈，你需要一个 tag 就是刚刚这十八个 b 在这前面，对不对？好，那我怎么知道是第一个第一条还是第二条第三？用这个八个 bit， 哈 ，index， 好像 array 一样，用这八个 bit 去 index 说到底是哪一个 row， 哈。哪一个 row， 好，那 index 完，那这边包含多少个资料？再回到刚才这边，一旦 index 进去之后，你就有一个 tag 比对的。那这边包含多少个？这边包含多少个 word？ 包含多少 word？ 这样就是一个 line size， 或者说一个 block size， 这里面包含多少个 word？ 包含多少个 word？ 来，蔡佳豪。蔡佳好，来，蔡佳好，来，就它有几个数字，但是你只要搞清楚的话就很清楚了。好，你知道这个分配，如果你知道分配的话，这个是 byte offset， 那这个代表说一个 line 里面一个 block 有几个 word。好，然后之后呢，这个是什么决定？这个是看你有多少个 block， 这是 index 嘛，你有多少个 block 或多少个 line。好。那剩下表示只要这边一样就会 map 到相，所以我们就要靠 tag 来区隔它，所以这个也要记录起来 tag。好，那假如我现在知道，好，已经知道像这条灰色，我已经从这个 index 已经 map 到这里了。好，那我现在问说，那这一条 line 里面它有多少个 word？ 啊，也就是一个 block 有多少个 word 在里面，都会出现在同一个 line 里面，同一个 block 里面，啊。刚才你讲过了，说一个 block 多大？啊，蔡，啊，蔡佳好，知道不知道？好，不知道。好，那再来问阮维婷，来，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灰色的地方，它到底包含多少个 word？ 因为它是一个 block 嘛，我不是 block 是一个基本单位 ，access 去 index 它都是一起整体的嘛。那这样子多少一个灰色到底包含多少个 word？ 啊，对，16个哈，就从这边来看16个，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一个 block， 哈，
一个 block 是代表有里面有包含16个 word， 所以我们这四个地址才会不会用嘛，对不对？好，这四个好，那现在你要这个第一个 word 还第二个 word 还第三个 word 第四个 word 第五个，总共有16个 word， 对不对？好，那十个六我要取它的第一个 word 还第二个，是由哪里去 access 它？是由哪里去 index 它？来，蔡家豪，不是蔡家豪，不是问过，刚是谁啊？好，刚叫谁？好，换吴明忠，好，他已经告诉我们说，这边有16个，一个 block 有16个 word， 对不对？好，那我这是第一个、第二、第三，我要用谁去 access？ 我要这个，或要这个，要用哪一个部分？这个哪一个部分去 access 它？好，这里面这个我已经告诉你是 index 去决定说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三、第四，对不对？这个是 tag， 然后那我要 access 第一个 word 呢，还是第二个 word， 还是第三个，还是有点像 offset 啊 ，word offset， 所以是哪一个？哪一个？这个四个 bit， 还是这个？啊？第一个 fill 还是第二个 fill？ 对，第二个 fill。为什么？因为我们刚不是讲说一个 block 有16个 word 吗？二的四四八八十六啊，所以你要四个 bit， 对不对？它绑在一起啦，绑在一起，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就不理它啦。好，可是你如果要一旦要 access 这里面这个东西的话，你就用这个，有点像那个，就要如果这边是000的话，就是这个啊；这边是0001的话，就是这个；这边是0010的话，就是这个。这样了解吗？好，就是这有16个 word 啊。好，那你要去 access 它的时候，你就要用这 word offset， 就是 block 里面的 offset。就是第几个 word 就用这个地方去 access 它，那这个因为是看成一个整体嘛，不就像有点像我们的 memory 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说四个 byte 绑在一起，四个 byte 绑在一起，所以后面两个 b 不用用它，后面两个 b 不用它。可是如果真的要第一个 byte、第二个 byte、第三个 byte、第四 byte 用什么？就用0001、1011啊，就是后面最后两个 b 去 access 它。这样，好，那现在一样，那现在 word 只更扩大一点，好几个 word 绑在一起，绑成一个 block。那你要第几个 word 呢？第几 word 不是就第零个0000就第零个 word 吗？0001就第一个 word 嘛，第二个、第三这样。好，那0001在哪里？就在这边，就在这个四个 b 在这边 access。好，所以你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呢，这个做什么？做一个 mask 来 select。你现在读出来，好，加 hit。现在这个 block， 这个整个 block 啊已经 hit 了哈。那这个给它一个 address， 我就知道说是在这个 block 里面。我在，但是到底这个 word 呢，还是这个 word 呢，还是这个 word， 还是这个，我不知道，我要看这边，就给你一个 memory address， 你要先从这个地方来告诉他说我在第几个 block 里面，在第几个 block， 好，在这个位置找到之后，我要看这个 tag 对不对 ，tag 是不是，因为很多个 block 都印到这边啊，所以这个 memory address 它有没有在里面，有没有 hit， 我要用 tag 来比对，这个有没有跟它一样，哦，有一样，好。好，有一样就表示已经 hit 了，就是对我的 block， 我譬如我是某一个 word， 对不对？哈，我在一个很大，在16个某一个更大的区块里面，对不对？好，就是现在就是有16个人变一个 group， 好，那这个 group 呢已经在 memory 里面了，已经在 cache 里面了，那我怎么知道我是第几个位置呢？我就用这个四个 b 来去决定说，哦，我是在这个位置。那就这个四个 bit 就来做一个 select 的动作，这样了解吗？就也就是说，我们假如是一群人一起搬进去了，我们这一群人对不对？假如我们这16个人一群人，他的 tag 是不是都会长一样？这一群人因为是16个16一组一组一组对不对？那他这个 tag 全部都长一样，就一起放到我的 cache 里面，都放到 cache 里面。那我们1、2、3这16不同在哪里？不同在哪里 ？word 一、word 二、word 三、word 四、word 不同在哪里？不同是在这个四个 b 的地方不同啊，是这个地方不同啊，这个地方不同啊，所以我要这 block 通通在里面，对不对？好，我们前面的 tag 也一样，我们的 index 也一样，我们不同是不同在这里，那不同在好，那我要
access 哪一个，就用这个去 access 它，就用这四个 必须 access 你要的那个 word， 这样了解吗？好，这样了解。好，所以其实那这个零一的意思啊，一旦有一个 word 出来了，好，一个 word 出来， word 一 word 有几个 byte， 四个 byte， 对不对？好，我只要已经 access 这个 word 出来，那我要我这边是写零零的话，我当然就是第零零那个 byte。如果这边是零一的话呢，我就零一那个 byte， 一零就是一那个 byte， 总有四个 byte， 所以这个 address 这样会分配了吗？好，最后意思是一样，就是说现在那当然我们是因为一次四个，你只要 word address 的话，你就不看最后两个 bit 了，不看最后两个 bit。好，但如果你是 byte address 的话，最后面两个 bit， 好，这边最后两个 bit， 如果零零的话，就表示我们有一个。这个 big ending and small ending， 我们就用最简单，零零就是第一个，好，零一就是第二个，一零就第三个，一一就第四个。那个 byte， 因为这是个 byte address 嘛，所以这两个是 byte address， 我要区分说你第一个 byte， 第二个 byte， 第三个 byte， 第四个 byte， 这样了解？就跟你那个 word 的意思是一样的，第一个用这边来区分说是第一个 word， 第二个 word， 第三个 word， 第四个 word， 这样有没有问题？好，好，所以这个 structure 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整个 structure 是。一个 block 是在同一个 line 里面，好，一个 block 看你有几个 word， 好，就来决定说这边有摆几个。好，那如果假如这边，假如我现在一个 block 里面摆四个 word， 我只摆四个 word， 请问这边是这个几个 bit？ 这边有几个 bit？ 来，李佳宏有没有来？李佳宏来，好，对，两个 bit， 好，两个 bit。那也就是说，你现在这边有几个，摆几个？这条 line 里面有几个 word？ 四个，对，就四个 word 哈。那在也就是说，你现在这四个 word， 你要选第一个或第二个、第三、第四，要用谁来选？用这个两个 bit 来选，就你刚刚讲那两个 bit 来选，这样，好，这样了解这关系，这样了解了吗？好，整个关系就是这样。好，所以它整个 structure 就是这样哈，有 valid bit， 有 tag。tag 摆在这边对应一样，就是表示 hit 之后呢，我还要用这后面这个 word offset， 就是在 block 里面的 offset 来选到底是哪一个，好，哪一个 word， 好，是你要 access， 因为一个 block 里面是 fixed size， 有好多个 word 在里面。好，好，再看下一页一下。好，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看这边有没有不了解，这是基本的，这是最基本的 structure。 好，因为后面还有增加，我来 improve 它 performance 的话，我要变成什么 cache 的 set 啊， associate 啊，那你如果基本不懂，就后面会不懂，尤其是那个上面那些那个一个 address 它怎么分配，什么 index 啊， tag 啊，哪个部分要搞清楚。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